们现在左转了。那这十字路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标，清酒烧酒什么，对吧？来看一下这个 Nikka Whisky， 这就是札幌的地标，很重要哦。好，来再转左转。嗨，嗨。その信号越えたとことさ、ローソンとどっちがいい？信号。トヤ東急電車。手前側か向こうのローソン側か。那么肉松的皮。